胖胖虎，嗨，朋友们，今天是可怕的万圣节。鲨鱼宝宝找到了一个超大的镜子，我们一起去看看吧。啊，镜子里面不是黄色的鲨鱼宝宝，而是幽灵鲨鱼宝宝。啊，幽灵鲨鱼宝宝从镜子里出来了。啊，我们快逃吧，鲨鱼宝宝。哦，幽灵鲨鱼宝宝带来了一些礼物。朋友们，我们一起打开看看吧。就从这个开始。鲨鱼宝宝变身成了巫师。哇哦，是扫把。我们骑着扫把飞上天空吧。巫师鲨鱼嘟噜噜嘟噜，巫师鲨鱼嘟噜噜嘟噜，巫师鲨鱼嘟噜噜嘟噜，巫师鲨鱼。你在嘲笑我吗 ？Yup。哼，你别想再嘲笑我了。要打开下一个盒子了吗？让我们打开看看吧。这次鲨鱼宝宝变身成了骷髅，怎么样？喜欢吗？骷髅鲨鱼嘟噜噜嘟噜，骷髅鲨鱼嘟噜噜嘟噜，骷髅鲨鱼嘟噜噜嘟噜，骷髅鲨鱼。哦，是另外一只骷髅鲨鱼，很高兴认识你。哇哦，是一只看起来很好吃的骷髅鲨鱼。啊！救命啊！真是太可怕了！你没事吧，鲨鱼宝宝？要打开第三个盒子了吗？你确定吗，鲨鱼宝宝？哇哦，是一只牙齿锋利的吸血鬼鲨鱼，快看它那件华丽的斗篷。吸血鬼鲨鱼嘟噜噜嘟噜，吸血鬼鲨鱼嘟噜噜嘟噜，吸血鬼鲨鱼嘟噜噜嘟噜，吸血鬼鲨鱼。哇，这一定是吸血鬼的城堡。哈哈哈哈，很高兴见到你，鲨鱼宝宝。你愿意和我一起享用晚餐吗？有一点点害怕。哦，不用了，谢谢你，吸血鬼先生。拒绝我？我不能接受被拒绝。快来吧。哦不，拜托，请放开鲨鱼宝宝吧。哦，不要走，鲨鱼宝宝。哇，太好了，鲨鱼宝宝，你想到用牙齿咬它的办法真是太聪明了。你真的把吸血鬼先生吓跑了。不过第四个盒子去哪里了呢？那是什么？啊，是一群僵尸！快跑呀，鲨鱼宝宝！哦不！哦，鲨鱼宝宝变身成僵尸了，
鲨鱼宝宝，你还好吗？僵尸鲨鱼嘟噜噜嘟噜，僵尸鲨鱼嘟噜噜嘟噜，僵尸鲨鱼嘟噜噜嘟噜，僵尸鲨鱼。巫师鲨鱼、骷髅鲨鱼、吸血鬼鲨鱼、僵尸鲨鱼，哪一个最吓人呢？幽灵鲨鱼宝宝，你回来了，你还好吗？哇哦，鲨鱼宝宝终于变回来了，真是太好了！胖胖虎。